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聊台球，我是亮哥。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2022年德国大师赛，赵欣彤对阵福德。赵欣彤虽然先占上手，但是没有一杆制胜。这局球呢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不到最后，你绝不知道谁输谁赢。我们现在来看看整个的局势。实际上中间三个红球呢没有什么问题，容易引起变化的就是左边边框的红球。非常可惜，赵欣彤这一个低杆轻了一点点。大家在打这种球的时候，特别是只剩一颗红球的时候，贴近边库，那么这个球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低杆来击打篮球，因为这样打了篮球之后，顺便好叫黄。如果你顺势叫黑球的话，下一杆就不好办。赵欣彤的这一杆黄球是一个连攻带守，正因为是连攻带守，因此母球的力量不敢过度，因为一旦过度黄球进了，那么随之而来的是给自己做一杆。
相比赵信同刚才那杆，福德这一个就是纯粹的防守，母球的位置也非常的好，刚好坐上黄球，赵信同被迫要来解球，那么解球呢就容易给对手留下机会。赵信同稳稳打进黑球，福德也为这一个低级失误付出了代价。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